我们谈谈吧，西域，我们和好吧，安娜。这一切都过去了。 我现在爱的人是陈嘉欣，但是陈嘉欣已经走了。他是离开了，但是我的心意不会变的。为什么？我要的只是一个陪伴你的机会，为什么陈嘉欣可以，我就不行？这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明明我才是你女朋友。 就因为他有了孩子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不作数了吗？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三年的感情，你说过去就过去吗？现在的我已经不能跳舞了，甚至连一个怀孩子的机会都很渺茫。 如果你曾经觉得对陈嘉欣有责任，至少也给我一个机会。西域，如果没有陈嘉欣，我们还是很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陈嘉欣的话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爱的人是陈嘉欣。不，我不管，你跟他之间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。 我会努力向你证明，过去我们两个是最合适的。安娜，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这是我的选择。 陈嘉欣，不好意思啊。